喺香港嘅問題啦、矛盾啦不斷升級，問題而家越嚟越嚴重，演變到已經影響到日常生活。咁我哋希望問題唔好再繼續惡化落去。香港嘅社會係守法嘅，唔應該俾暴徒嚟衝擊嘅。咁我覺得係，唉，道德淪亡啊！我哋係好愛呢個香港嘅。咁依家俾好多啲不法分子，佢哋搞到香港好差。如果佢哋再咁樣咁暴力嘅，我係好驚。即係我啲點帶啲細路出街呢？香港本嚟好好噶嘛，佢哋冇槍唔准警察用槍，佢哋冇權力唔准警察用權力。我莫名其妙，冇你嘅就唔准人哋講道理。将佢哋啲唔合法嘅思想安落所有每一个香港人身上，即系呢样嘢系绝对唔适合嘅，亦都唔合法嘅。咁同埋每个人都有自由，但系问题你系唔可以影响到人哋为主。我哋净系想香港安乐，个个都要繁盛，个个都要公开、平平静静。在过程上面受到很多刻意无理肆意的侮辱和攻击，我相信每一个国家的警察是可以好像我们香港警察这样去忍受下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其中一个分子，你一定要支持祖国的啦。希望年轻人真的不要再是这样，但是搞到社会太混乱，香港完全是没有好处。我对香港法治有信心。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根，我哋作为香港人，我哋更重要嘅一点，我哋系首先我哋系中国人。警察要執法噶嘛？如果警察唔執法嘅话，咁我哋呢个香港咪变咗会好混乱咯。我哋站在喺中国香港呢个地方咧，中国就系我哋嘅家，就系我哋嘅国。